好了啦，迄该吼该嫌爱叫该尽，咱嘛爱该吼讲一个，嘿，甲提醒一个。啊，该甲学了，咱嘛爱甲学了，讲嗯有在进步，哎，还有进步的空间。有有有，每天都有在学习，每天都有在进步吼，这是我们的人生日常。真的真的。对，你的人哦，袂当一直停顿伫遐，你要对时代咧行，对潮流在走。尤其在舞台上，当一个歌手，你要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变化，对吧？歌声变化以外，情唱嘛是爱变化，对，人即马偌牛咧，钱甲开落加偌水咧，系啊，迄天人迄一个头家娘甲讲。对啦，就是爱穿安尼加偌水咧安尼，但是今仔日天气较冷哦，包较条看较无安尼啦，看无，哎，看无吼，无要紧，等一下再变化，对对对，等下再变化一下咧。好来，甲咱会场朋友大家感谢一下。好，今仔大家进入我同开金碧财富万出来，风度大点，大先生一旦好运，你你来哦，来，谢谢吼，给台北的亲戚等来吼，欢迎欢迎，过来甲探班啦，对对对，嘿啊。台北的亲戚啊，拢久久啊，等个一摆。嘿，嘿呀，啊，汉即几时看到我徛伫舞台顶主持了咧？对啊，所以讲你也加加看一丝啊。来，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。继续安排《更当回》。来，接。啊，落差就大咧。哎，赶快是，赶快是老歌。哎，《更当回》。爱是大家的更当会才固定的啦吼，那有更当会固定啦，更当会嘛固定的啦，那有固定，我的阿手嘛固定的，那我就是无手啊，好不好？嘿嘿嘿，是是的过去吧，这不是我自从爱着你，你莫甲干掉咯，我想要爱着我，是是笑笑。好。